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风南。今天呢，我要开箱这个 Vince 这个牌子呢，在新加坡是很出名的，因为它之前就是有这个咸蛋炸鱼皮，这个是超级好吃的，而且又很好卖的，在新加坡。以前一推出的时候，每次都卖到完了，所以呢，我没有想到他最近刚刚推出了这个咸蛋口味的 instant noodle， 听讲它是米粉来的啦，所以的话，我就打算今天开箱来 try 一下，看这个咸蛋口味的什么感觉。马来西亚的朋友，如果我有回家的话，我就带给你们 try 一下，看好不好吃。现在我就来开箱看看到底好不好吃。哦，我还没有看说明。 OK， 他这边讲是开一半而已啊，我差一点开到完，开一半而已啊。然后把那东西拿出来，努力研究中。我研究好了这个包装，走下去。然后他说要盖一个三分钟。OK， 趁现在要等三分钟的话，我就告诉你们一下，这个 instant noodle 呢，听说已经是卖完了，就是它的网站已经是刷out了，然后幸运的我在 NTUC Fairprice 那边找到最后两盒，所以我就买来 try 一下。它的价钱是2.65块。 OK， 我手痒呢，再拿这一包咸蛋炸鱼皮8块钱。 OK， 等下我吃完我的 instant noodle， 我就可以 continue 吃我的甜品。哎呀，我是忘记计时哎，我是阿嘎阿嘎啦，三分钟阿嘎阿嘎，我自己偷看一下啊。OK， 三分钟已经到了，现在我打开看一下，它应该是熟了，所以呢，我就要把那个水倒掉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就开始要放那些调味料。这是咸蛋粉，然后再放这个金黄色的 topping， seasoning oil。 OK， 哇哦，好香的那个咸蛋味道，好香哦，不懂吃起来那个口感是怎样的嘞。所以呢，现在我要把它倒出来给你们看一下。OK， 现在我就要开始试吃了，看一下是什么味道。喂 ，OK， 蛮好吃的哦，真的蛮好吃的，它比我想象中不一样哎，因为我是第一次吃那个咸蛋口味的 instant noodle， 我还以为会味道会怪怪，可是吃起来又好吃哦。如果 Fairprice 还有货的话，你们可以去买来 try 一下。味道不错，还蛮特别的。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咸蛋黄，真的吗？咸蛋黄，哎，
真的，你们真的可以买来 try 一下，2.6元，你们可以试一下看好不好吃。我个人是觉得不错，以后我还会买来吃，如果还有货的话呢。因为我每次晚上哦都很饿哎，睡觉之前，所以睡觉之前吃一包爽。OK， 然后我又来吃这个咸蛋炸鱼皮。这个绝对好吃，嗯，嗯，哇，这个会醉耶，好吃到醉耶，给你们听一下它的声音，嗯。它的 instant noodle 跟这一个都是 good。 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你们还等什么，看了我的影片快点去买啦，拜拜。